你好，您是？哎，您好，我是珠宝设计师顾欣妍，我来拜访一下宋老师。哦啊，请进。谢谢。哎，这边。那您在这边稍等，我去确认一下。好，谢谢。老师，外边有一位叫顾星岩的设计师，说是来拜访您的。顾星岩，对，就是东城那个新来的年轻设计师。应该就是他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只要是东城的人，我一律不见。老师，他人已经来了。来了又怎么样呢？就把他搁那儿晾着。有自知之明的人自然就会回去。哦，明白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老师他在工作，没办法见你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我就坐在这儿等他工作完毕就好。您可能对他还不是很了解，老师一进工作间就要一整天的，有时候忘我起来会几天几夜都待在里边，所以可能您今天见不到他。我想我运气应该不会那么差吧。我想再坐在这儿等等，您不介意吧？啊，那您请便。谢谢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老师他今天累了，已经在里边休息下了。哦，那好，那就请宋城老师好好休息。喂，星妍，宋总监，上次您跟我说那个喜欢吃臭鳜鱼的切割师傅，是不是宋城啊？你要找宋城？我想把小钻石打造出和大钻石同样的光彩。好的切割师傅就只有宋城可以做得到。我今天早上去宋城的工作室了，我从白天等到晚上，愣是没有见到他。上次我说的那个师傅确实是宋城，但是你别以为他真的是被臭鳜鱼拿下的，后来还是唐老师出面搞定的。啊，知道了。唐老师入狱之后，宋城跟东城又合作过一次，可能合作的不太愉快吧，从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。那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
那时候我只是个小小的助理设计师。你问问林毅吧，他可能会知道。啊，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嗯，好吧，晚安。妈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打动宋城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早上来的太急了，没有吃早餐。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你啊。老师昨晚到现在都还没出工作间。轮椅帮我去买碗热豆浆去，谢谢。宋老师，您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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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见到您了。这就是那个哦，顾星言。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我是又来了。嗯，帮我买多姜去啊。哎，好。宋老师，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愿意见我。我只是不希望你再次来为难我，为难我的学生，好吧？见一面，讲几句话，就赶紧回去吧。好。老师，这是我设计的 Begonia 海棠花系列。我打算用地色30分的钻石来取代图片中1克拉的钻石，一共打造998颗，主推大众市场。但是想要把中小颗钻石打造出不亚于大钻石的火彩，这全国的切割师傅恐怕就只有您一个人能做到，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。设计的不错，但是呢，不管你们花多少钱，我都不愿意再跟东城公司合作。东城可是现在国内珠宝行业的领头羊，我真的想不到任何您会拒绝的原因啊。问得好，我给你看样东西啊。你看看，像这么一个钻戒，它应该镶上什么样的钻石合适？它的设计简单明了，用了爪镶是为了要突出钻石的火彩。澳大利亚阿格尔矿的3克拉粉钻最为适合这款设计。我等这颗钻石等了3年了，还没等到合适的。看起来你还挺懂行的，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。来，你看看这个项链上的钻石切工怎么样？老师，能借用一下您的切工镜吗？好，谢谢。这颗钻石从原始打磨的时候就没有选取最佳的角度，白白浪费了很多重量。台宽比和腰厚比差的也太多了，导致火彩不足。哦，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。你知道是哪家出产的吗？不知道。2008年。东城公司推出了一款大师限量版，你知道他们用哪位大师的招牌来宣传吗？对对，你应该不知道。好的。2004年，我随着唐婉容董事长进入东城公司合作。的确，那段时间，我在业内的地位确实有明显的提升，但这不是我留恋的。
我要说的是，过不了几年，董事长出事入狱。哎呀，我也不想在东城公司待下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唐董事长的助理叫林毅的，找到了我了。我看人跟我说话苦口婆心，态度又诚恳，长得也很正直。他好说歹说劝我留下，所以我就继续留在东城公司。时光一转呢，到了2008年，东城公司认为自己造势已经够了，就推出了大师限量版，由我苦心熬夜的做出200颗我个人认为切工不错的钻石。但是呢，他们居然敢不通知我，一口气做了20000颗，看起来有点相像，但是所有的工都粗制滥造，还用我的名义去宣传。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，对我个人的侮辱有多少，我就不提了。我连告他们的力气都没有了，你说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跟他们合作呢？宋老师，虽然您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进东城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替东城跟您道个歉。你太客气，太客气，可以了。嗯。哎，至于说东城以前给您名誉造成的损失，我也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弥补。但是请您相信我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东城一定会挽回您的声誉的。老师，我知道您今天恐怕也没有心思去跟我聊这个设计。我把设计稿留在您这儿，老师您要是有时间您就看。嗯。我改天再来拜访。哎哎。